学姐挺好的呀，人长得漂亮，脾气又好。我要是男的，我也喜欢她，你就大方的承认吧。没什么好丢人的。承认什么？还是是你希望我去喜欢她？你喜欢谁是你的私事，跟我没关系。奇妙，自己跑去看人家比赛，还在这儿跟我装不熟。关爱，你怎么了？怎么挂了？是信号不好吗？他不会把我给拉黑了吧？人初，不会真的喜欢上卢婉婉了吧？要他俩真在一起了，你可就来不及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又是主动发消息约我，又是要牵我的手，现在应该已经推导到表白这个步骤了呀。怎么忽然又出现了新的变量呢？算了，我得去找他说清楚。婉婉，我好像说错话，惹学长生气了。我该怎么办？你能明白我现在的感受吗？嗯，我能明白。如果喜欢，就努力去争取，越快越好。完了就……婉婉，你实话告诉我，你是不是也喜欢任初？我们是好朋友，不会恰好喜欢同一个人吧？如果你也喜欢的话，我就放弃好了。我不想跟我好朋友抢。我不愿意喜欢朋友喜欢的人，也不会再暗恋任何人，再把自己弄得这么狼狈，倒不如成人之美。不，我不喜欢任初。在这随你游走的视线，不知不觉收藏了你我违心的笑颜。